完全没有哎、欸，因为我以为我是那个金马奖的全知者，就是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没有想到有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嘉欣姐，对啊。那这次没有见到会不会觉得？原本觉得有一点，但刚刚听完那一段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对。现在有没有觉得重新获得能量的感觉？有，就觉得那个再也不紧张了。真的吗？还是很紧张。这是紧张到睡不着吗？哦，没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睡。对，每天都有很密集的主持人的准备行程，所以反而是很好睡，睡得还蛮好的。所以有没有算过自己大概要出场几次？出场就是几次哦，大概四五次吧。四五次。对，一开始的开场表演听说是你吗？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表演？带给大家，很惊喜的表演。他们说不能讲啦，但是我觉得那个表演是，喜欢电影的人应该都会很有共鸣的。对，我自己，请他们帮我把彩排的画面录下来，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相信所有在座的来宾，或是如果你们明天看到的话，应该都会，就是这就是我的那种共鸣。所以当初潘哥为什么会邀请你？然后你又是怎么？因为本来一开始好像说不太敢接，后来是听说是川哥找你才愿意接这个工作。就是跟川哥碰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要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说：“哎，金马奖主持会找你哦。”我就说：“哈，怎么突然聊到这里来？”然后他说：“真的，过两天他们就会找你了。”对，然后他就说：“哦，你放心啦，很轻松啦，你可以的啦。”就他给我一直很多鼓励，这样。结果就，我原本还以为会有搭档还是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但也很谢谢川哥，还有谢谢金马执委会，他们在从一开始我接下这个工作，不能说工作，就是接下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以后，就给我很多的帮助，然后给我很多信心。对，所以有想过遇到那种就是据点王的时候要怎么办吗？据点王的话，我觉得就谢谢他，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称赞他、鼓励他、感谢他。没有，我觉得我已经跟这些。所有我有机会可能会互动到的来宾们，就是有先稍微的打招呼，然后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最热情的回应。对，你特别跟哪个主持前辈取经吗？我其实非常感谢大佩啊，对，因为他就是很主动关心我，那他也。我其实前几天我们还一起顺这个主持人的稿，顺了好久，顺了一两个小时，这样，就是很感动。对，因为大佩跟我一样都是有演员嘛，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很能对我的角色感同身受。那也有很多朋友主动传讯息关心我啊，为我鼓励这样，比如说焦哥啊，比如说嘉燕啊，对。嘉燕之前也有主持北影嘛，然后我觉得他主持的非常好，所以我也有跟他请教一些小 people 这样。那明天除了这个开场表演之外，大家有没有可能看到你开金口，或是看到很不一样的林柏宏？开金口就是整场典礼都会开金口。你说唱歌是不是？哎，你们想听吗？那我等一下跟他们说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加一段。你的压力来源最大会是控时，还是说就是这些开场表演跟稿子等等的？我的压力来源应该不是控时啊，我觉得我没有在时间上面我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自己对自己会希望可以让典礼很顺畅，然后自己不要吃螺丝，或者是我可能自己讲个笑话，希望大家都听得懂。这是比较大的压力嘛，就自己在那边想了三四个笑话，结果都没有人有反应，这我会觉得比较紧张，所以我就跟很多朋友先讲好，对，就不管你们有没有觉得好笑，只要发现我有一点微停顿，就麻烦你们大笑，
加上大脚，对。像是有跟谁这样？李牧。有啊，很多哎、欸，李牧啊，婷妮啊，魏婷导演啊，靖雯杰啊，王静啊，温真菱啊。那真的蛮多的。超多，大概有还有还没讲完，对对对，这一定要的。对。有碰到主席吗？有鼓励你吗？有，因为跟李安导演有碰到，然后他也有跟我说加油加油，不要紧张。他刚刚有来，对，就是特别来看我们的彩排，对，所以很感谢李安导演的鼓励。那你有跟他毛遂自荐吗？你说什么？自推荐要演他的电影吗？对对对对对。没有想到这个，对，明天跟他讲一下好了。对。那当主持人有想要跟洪金宇？哦，没有要争，真的完全就是，明天就是属于所有入围者的。我就是尽量把每一位，不管是入围者或是得奖者，让他们往前站，然后我在后面就是支撑他们。我希望观众朋友看到这些入围者们，如果是很熟悉的，我就希望可以看到他们更多可爱的样子。那如果是没有那么熟悉，就希望让观众朋友认识。刚刚有提到说得奖者，有没有心目中的男主角、女主角人选？哇塞，这一题，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看了所有的入围作品，然后我才发现，天哪，评审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每一个入围者真的都很强，然后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入围，所以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跟学习吧。对，我自己看了以后，男女主角、男女配角。不管哪一个奖项，我自己都觉得要选出一个得奖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嗯，私心有没有？私心就是私心，当然是那个希望《青春试炼》可以多拿一些奖，这样子够私心了。嗯，对对对。刚刚提到说这几天都做了很多准备功课哦，每天都很好睡。明天在服装造型上有什么样重大的突破吗？重大的突破，服装造型，我觉得就是，走什么路线，或是符合金马的意向啊之类的。有，因为有蛮多套的啦，然后每一套我觉得都有一个它的特别的含义。对，几套？五套，对，五套，然后每一套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含义在里面。对，那。也有一些小巧思，跟不管是典礼啊，或是跟某些电影有一点连结，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个造型师的用心。嗯，会不会担心超时？超时，我觉得超时这件事情，就是我如果发生要缩短时间的话，我就少讲一点话。对，我希望那个所有上台的得奖者，他们可以好好的感谢他们想感谢的人，对，这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嗯，把东西拍照。对，好，自己变小手势，然后眼神从左边开始，好，开始慢慢扫到右边，然后右边楼下是平面，楼上是电子。火红在右边，右边，左边，右边。中间的大哥可以吗？好，中间举手那一位。少一个八不好看，对。少一个八。来，最右边，最右边，再一次哦。好，左边有没有拍到？左边。好，中间举手那一位官方的，来看一下中间。好，再换个 pose。再换。谢谢。
的是主持话，不觉得心情怎么样？大家好，我是柏宏，欢迎来到第五十八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好，马上就主持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站到这个位置以后，还是真的有点紧张啊。对，尤其是刚才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媒体朋友啊，然后还有很多熟悉的工作人员在彩排的时候都陪着我，他们给我非常多的鼓励，所以谢谢他们。好，所以经过我们今天的彩排，那你们为明天的典礼特别准备什么安心小物防身啊？安心小物吗？我就不断口干舌燥，口干舌燥，所以多喝水，多喝水。还是要先上国语正音班。先上国语正音班。没关系啊，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有提醒我说，我吃螺丝啊，或是大舌头什么的都很可爱，他们一直安慰我，所以我就放松一点好了。有信心就好，对不对？有定定。我们给你一个最大的那个安心吉祥物了。我们欢迎我们今年的典礼总制作人陈振川。我有一个给你什么惊喜，吓我一大跳。嗨，川哥。川哥。那我要戴口罩吗？不用。两位戴口罩没关系，对。离远一点。好，谢谢川哥，谢谢川哥。川哥，今天彩排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明年正式讲一天正式登场的主持人柏宏？其实我觉得从邀请他到现在工作都很愉快，那现在也生米煮成熟饭。我说加油已经说很多次了啦，我觉得我的加油对柏宏来讲可能有点听都没感觉。不会，每次都很重要。可是我给你一个比较特别的加油，你听听看，专心听。可以放。嗨，柏宏，我是李嘉欣，我听说你在等我去参加金马典礼。很可惜，因为家里有事，所以今天就没办法出席了。没办法跟你真正的碰到面，但还是想跟你说声主持要加油哦，期待你的表现，我到时候会看待，相信一定会很精彩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碰面哦。OK， 加油，拜。好，真的，天哪，这个比我加油有。好感人哦。我刚一度要有一点小要留意，因为我很关心我们的工作状况。他已经问了我们很多次，入围的林嘉欣能不能来，问了两三次。然后刚刚我们同事有跟嘉欣让我们就事，就请他入围一份鼓励的话给你。好，谢谢，这个档案可以传给我吗？真的送你的神秘，就是你的，哦，真的吗？是不是真的送你的神秘爱心小物了？有没有？哦，太棒了，那个单曲循环，对。放心，明天不会有任何惊喜，明天惊喜应该都是你给我。那这个录音档就等明天典礼结束之后再转给你好了。好吧，就等一下就可以传给我了，等一下我就上场前都会听着。对，谢谢川哥，谢谢。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金马舞台的特色。金马舞台的特色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其实可能跟大家印象中很规矩、很辉煌的 layout 不太一样。我觉得今年从主视觉的设计给我们这个灵感，到找柏宏主持，今年的金马奖典礼应该会给大家蛮不一样的气息。然后多的我就不说，反正大家再过一天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准备了很久的成果。好，谢谢两位今天参加新版的主持记者会。那我们先让两位合照一下，再做最后的电子联发。好，听吗？还没有拍照，好，先走。
右边。